意思是三位老师要 solo 的意思。飘向北方，别问我家乡，看不到的城墙。会唱的朋友一起唱哦。飘向北方，玉珍老师换大鼓了，有没有看到？说他老家进来一前双臂比不头，有人说他练就了一身武艺却没机会展露，有人失去了一身老师手中无措施，加油加油，太帅了太帅了，他不够他住在眼角无惧传播的就是公寓，拥挤着他手里对满陌生人都来吃快递，他埋头写着履历怀抱着多少憧憬，往返在930毫不顾地心盘的奇迹，不听也不想不看回头换的意义，他只倒下了偶像脚依然觉得节奏拉着写下了这段北方。今天的悠游购呢，飘飘飘飘飘来中友百货，在这个2017最后一天呢，跨年